the end of the cul-de-sac, and I'm gonna show you. I'm gonna go behind it. There's the pool area and all that's kind of to the side, so it backs up. You'll never have anybody behind you, and you're right at the end of the cul-de-sac. Oh. That one is like in the 256 range.现在我们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地方呢它这个游泳池就非常大了啊，感觉呢它这个主题呢是围绕着一个湖，它在这个小区当中呢修了一个湖一圈这样的。然后这边我对面呢有一个巨大的泳池。在休斯顿呢，或者说德州吧，很多人他喜欢这个周末玩烧烤，这个是全世界超有名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有提供了公共的烧烤的地方，巨多烤架了，比如说在这边住户啊周末可以叫朋友过来吃点烧烤啥的，怪不得他们长那么胖。哎呦，吃肉吃的。I think they're still working on this garage, right there. They're still cutting in there, man.This is like house number two, and it has your own private for kids garage. Well, usually for parents. What? Parents. Parents. Yeah, elderly parents. So they'll have their own kitchen and everything, 42-inch cabinets, and then they'll have their own. Oh my. You can go on through their own master bath. Wow.This has the 8-foot doors over here. The other ones were 6'8" doors. They came to about right here. And then this has 5 1/4 base molding. The other one had 3 1/4 base molding. So that we can be together.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don't matter no more. We've burned it. All those whirlwinds can't touch us no more.
这个房间是不是很明显有点像一个开箱的地方？所以我每次看房的时候呢，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房间我应该拿来它用什么，就是从这个消费者或者说买家的角度来考虑房子怎么住怎么用，生活环境怎么样，价格如何。但如果从这个投资角度来说，哎，这个房子能够给我赚多少钱，而我这次呢主要是我应该怎么住。刚才大家看到的房子呢，就是可能在美国的未来呢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房的样式，比如说 Nexting， 就说白了就是老人呢哈住在单独的一个出入的一个房间里，比如说它有这个全面的这个设施，厨房、浴室、卧室。我一直以为是小孩在这边住，后来他跟我说是老人在这边住，然后还有自己的车库。后来我这么想还非常合理。进入到这个主要房间主房之后呢，会发现整个面积要大很多。当然这个房子的价格呢是稍微贵一点的，超过33万美金。如果全部下来，包括所有的智能家居、所有的服务、所有的升级版，就有点像车一样，你选配啊，可以选高级，比如说各种服务啊、各种设备啊，可能要36万美金。但这个36万美金在洛杉矶稍微好点的地方，连公寓都买不到。所以我在想，如果说从投资角度上来讲呢，这种房子呢，我来用的话，我其实可以自住的同时把它租出去。后来问了一下这边的租金，大概是这样的房子呢可以租到3000多美金。当然这个是你全部要租出去，如果说你自己住这个，比如说这个 Nexting 这个独立的这个出入的房间的话，你可能就租到2000多，但是这个回馈率呢还相当高的，整体面积比较大。尤其我特别喜欢上面它有这个影厅啊，有这个娱乐间，还有工作区域，它的房间是蛮多的。但在德州有一个特点是，我才发现啊，休斯顿这边啊，所有住卧都在一层，可能他们都是特别喜欢吃东西，这腿脚不好，不想爬楼梯。但我这么想，其实也合理。就两口子每次回家住，睡觉还得往楼上爬，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麻烦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时间管理来说特别重视时间的话，这个上下楼梯呢，有的时候可以省下。当然，我看中的还是房间的如何使用。我后来看了这个院子，院子也蛮大的，因为现在外面刮大风。算了，我们还是去院子看一下吧。这院子也足够大了，它正好是围绕这个房间转了一圈。哇，看看这个院子多大！呜，如果说这地方30多万，我有钱我必须买它，太大了这院子。因为德州这个地方啊，经常下雨，所以这院子这个地呢有点软，有点像踩在那个泥巴上面一样。哇，这边还有好大，真的好大。在我身后呢是另外一栋 NextGen 的房子，就是有个大房，一个小房。它这样的一个房子呢，周围的地呢是环绕着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院子都是一圈一圈的。我个人感觉了一下，这院子是巨大无比的。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就是院子里全是草，我的话可能多种点树啊，把院子改造一下，放点游泳池。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我改造。然后占地面积蛮大的，但是看了一下，跟我们今天看的那个差不多。接下来呢，我就仔细的再给大家浏览一遍，感受一下 Nexting 的这样的房子样式究竟大家能怎么用。开始。好，这是门口了，一进门呢，哈哈，啥都不说了，先把门关上，风有点大。一进门之后，右手边这就是一个独立出入的一个地方，比如说给老人住，或者你单独租出去。这边是一个独立出入的小屋子啊的客厅，这边是小餐厅，
然后右手边呢就是厨房了啊，一个微型的厨房，同样也支持这个智能家居，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啊做起来饭还是比较方便的。这边微波炉，大家如果想炒个菜什么的啊，自己在这边加个小炉灶就可以了。因为是独立出入，所以它这边呢没有给安装，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能够怎么做。然后右手边就是卧室，还有洗浴的地方。洗浴地方呢依旧是一个不能泡澡，所以我称它为半全浴。然后进来这边，这是一个衣帽间，放鞋子什么都哎足够大，可以两个人住。然后这边呢就是非常温馨的小卧室。为什么称为小卧室呢？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更大的卧室，这个你看啊，这照片往那一摆，它呢就是给老人住的。我如果选择这个房子的话，我会住在这里，让老人住大房子，这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尽孝心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呢看作是自己住的地方。虽然说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非常温馨。然后这边呢其实就是车库了，因为它改造成工作室。Take a picture of the audience. Nah. She likes to be photographed. Really? Get famous. OK, 这边应该是一个洗衣间，但是它改造成了这个工作间。然后往前走就是客厅了，特别漂亮啊。但是在去之前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屋子呢它是有办公的地方的。你看一转身这边呢就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啊，甚至当然你可以作为客房摆个小床给客人居住。为什么说是给客人居住呢？因为这边依旧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衣橱，当然它这边改造比较猛啊，然后客人出来呢就可以上个厕所，甚至可以泡个小小的澡。整个啊比较中规中矩，不能说很 fancy 吧。然后从客房出来之后呢，哎，左拐就是来到我们正的大客厅。这客厅旁边呢，这个有一个门啊，这个楼梯旁边这个门呢，它是这个，他们工作人员在聊的，挺欢喜的。这是一个小库房，库房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相当有用的，因为我很多东西可以摆在这里，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特别的有用啊。然后 ，yes。客厅的整个呢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设计啊，然后沙发啊，对面呢我喜欢这样的厨房。为什么呢？就是我不太喜欢那厨房，就是这个环岛这边特别高，高的话会挡住视线，那这个就比较符合我心中的预期了。可以看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非常先进的冰箱啊，这个冰箱他们配的都是特别高档的。你看打开之后，这是储藏的，这边是冷冻区，就什么都可以啊。这边喝水的话往这一放，然后这边应该是就是放一些食物的啊地方。好，小的厨房，大家看的厨房呢依旧是这样的一个用这个气 gas 的。这边呢有个小小的抽油烟机，但是不建议大家在这边炒菜，因为这样的话味儿太大哈。然后餐厅呢就在这个位置，虽然说地方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用的特别到位，全部利用起来了。然后我们这是刚才我们出去的这个院子，院子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巨大无比的。这边呢，你看美国和加拿大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美国有一些除了这个出水龙头之外呢，还有一个副的，这个呢一般是饮用水，它呢是通过一个净化的装置把水弄得更干净一点，所以还是大家住的时候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幻想一下，我们平时在这边看电视嘛，看完电视，哎呀困了，哎呀打个哈欠。电视机一关往这边一走，这就是主卧了。我之前说过在这边呢主卧都在一层，欢迎来到这个主卧。当然啊似曾相识啊，因为确实跟第一套太像了，床都一样。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电扇啊，这个旋转风扇呢它是静音的，根本听不到声音。然后看看这浴室也是似曾相识，对不对？那这边显得更加明亮一点。然后有沾浴，然后厕所在里面，一个马桶，大家想看吗？不看也不行了，哎，马桶，咦，关上。这边一个走进式的衣橱，啊，不能说衣橱特别大吧，但是绝对够用。这大概就是这个主卧，我不能说主卧非常好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价位的来讲，足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上二楼。
上来啊，就遇到一个门，咱先打开看一下。放东西的，然后看看这个，耶，还是放东西的，天哪！好了，各位观众，这个二楼呢可能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娱乐间开始，哎，这就是我们的娱乐间，可以看到，哎呀，这还真是特别娱乐间，放俩椅子，放俩坐垫，抬头就看电视，放着游戏机打打游戏，这儿个人感觉啊，只能适配两个人啊，人再多可能有点挤，挤的话只能坐地上了。看看这个门是干嘛的，有玄机啊，不让开，我个人感觉是供电视啊。然后这边呢一个厕所，咦，然后这边呢一个温馨的女孩住的小家，为什么呢，它有粉色的设计啊，墙上粉粉的樱花，这应该是如果有个女儿的话也可以让女儿住在这里，风景相当好，多可爱的小鸟，小床一张，然后看看风景啊，挺高的啊，这个，好，这是一间房间。哎呀，这房子比较特殊，也是看过这么多房子之后第一个，我上楼之后只发现只有一间卧室的娱乐间卧室。那后来说，那是不是房子比较少？其实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因为这是 Next Gen 的设计。我们刚才旁边有一个独立套间，它有自己的独立的厨房、浴室、卧室啊，这是有一间卧室了。刚才在一楼也看到了，我说它改造成一个办公室了，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客房，可以当两间吧。然后一楼还有主卧三间，楼上还有一间房子四间，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至少标配的四间卧室。然后它那个一进门呢，右手边大家也看到也是一个工作间，你也可以变成卧室。所以它整个房子呢是2600多尺，但我个人感觉加上这地，这是超值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可能问，哎呀，这房是不是挺贵的？我可以告诉你，它竟然不到30万美金，竟然不到30万美金，住这么大个地方，首付只需要35%，拿下院子里该种草种草，种树种树，你可以种点什么果实树，还可以自己当农夫。来到休斯顿之后看房子，看得我非常刺激，我真忍不住了，我已经。刚才呢精确计算了一下我现在所有的存款什么的，可能搞不好就在休斯顿搞一套，如果大家想跟我做邻居的话可以先多看看我的视频。激动那个怎么样，休斯顿房子，休斯顿房子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平均的租金价格在1平方尺1块钱，那就是你大概投资一个，像这个就是2600多尺吧，大概2700尺，那租金就是2700。那大概2700的话，它是4个卧室，一共再带一个独立的套房，然后它的房价才29万多，所以说租售比刨去房产税它是房产税这边是3.14%，减去房产税还有将近7%的收益率，我觉得非常好的。你看咱俩就是买房就看房子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是看怎么住怎么舒服，你是怎么投资。不过也好，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边买的就是投资来的，是，对，门槛也低，回报高，对啊，你投资20几万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投资的房子，对，住也行是吧，住也行，租也行。是，好了，成交。And the other one had 8-foot doors. So the other one was a lot more upgraded product.